拄啊，咱沿这市中心边啊在行嘛，行行的佛祖行上头前，啊，两位王爷行在后边，中间有一小段距离。然后佛祖行行到这空地的时阵，突然他就一个右转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他就是点一个所在。啊，他拄啊因为道长有过来跟伊沟通嘛，然后就是说呢，等下点的这个所在先拜山神，嘿，这算讲是第一个点。啊，至于说拜完山神，他会在这里取青草吗？不知道。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第一个地点了，就是在这边。刚刚做点解所在啊。新人圣主一定客，啊，要来炼丹制世，神水道人，哦，来采取呢，哦，咱仙翁妙药，哦，来量候神水，会当顺利取回来制世道人安尼。因为今麦大宝在耕丢，然后我们去找他。看那个佛祖，伊要出青草，要出到一个青草，我来带伊到整佛祖的桥，还是王爷的桥，他们都会去一个植物那边，然后就用他的桥根去碰，然后旁边就会有人去把它采下来，这样。我以为它很简单诶，其实还蛮难的，我铺袂长。佛祖大无，我搞到吃饭哦。现在吼，就是迄佛祖的世界，他突然就是来到了旁边一个那个土堆这里。然后因为之前的状况是，佛祖的桥梗也去放在一个那个树枝上面啊，我们就把那只树枝取下来嘛。可是他这一次来到这边，然后我原本就是讲可能是偷看一下草，啊，不过伊的桥梗是伫土上面，然后所以有可能土里面是佛祖需要的东西。然后现在大哥他们是把土就是挖开，然后现在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佛祖他需要。然后你看他桥梗，他会一直在那个土那边一直指示的那个位置，然后一直要往那个位置去挖。因为原本吼，迄桥安尼伫边啊，咱桥是边啊的绿色的草，是我们要取的。结果因为它轿子就是一直在那边不动。哦，是树根呢。不要，不走，不走，走无。啊，我走多一下，不要走无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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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去体验过很多不同的光桥体验，这边跟之前那么多次上大的不同，就是我们是有任务，我们要去找草药的。所以在心情上呢，我也想说，我们待会去经过台一站，当当桥一弯的时候，我们想说，敢是这张草啊，敢是这个树枝，连带说我心里的那个期待感变得很高。但感觉到桥光在救的时候，一步一步那阵咱在耍游戏同款，去找任务，去解遮的这個任务谜题的一种感觉。上趣味的就是讲，桥梗竟然像像吐伫个土内底，恶嘞，正经骨着一个遮尔粗的树根伫内底。特别吼，伫咧新民咧行，咱知影讲咱的路线无固定，有当阵发生一挂较新鲜的代志。但是这个除草药要找物件的任务，我阁是第一摆体验。我们现在在第二个点，这是青龙寺，然后嘿，王爷公已经在铺青草啊，行来去找小朋友跟我一起，我们负责拿布袋来装青草，走，我们一起去帮忙拿这个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他们超有活力，这个这个要吗？要。我们等那个叔叔把它，我捡到一只哦，用短短的再放进来，哦，碎哦，哎呦，要是叔叔他们砍的才是哦。路边捡的不可以啊！你们好棒哦！啊，那个还可以再装吗？这个也是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再装一个重的给你哦。上一次的取青草，包含庙里所有的事情，都是老一辈带少年辈去做。然后今嘛，咱搁看到少年辈带伊的细汉嘛，做回来做。其实对龙兴堂这个地方的观音佛祖的信仰，
我是会觉得它是有未来的，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都是向着这里的。这支啊，几个？这支嘛吗？树头嘛呀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做出了一个难题，我拿这镰刀要出这个，真有法度？这无可能啊！阿妈，哎，你出来哦！喂，你拢唔知出只出水偌精彩？阿诺，怎么了吗？讲爱六桶，哎，六桶，阿妈，你看全部拢出好啊！哈？啊，我没有看到。几下当前啊，捌捞一个有印。胖哥已经嘛变成神明，这要安怎变神明？我做出了一个难题，我拿这镰刀要出这个，真有法度？这无可能啦，这就爱你啊！你算无这个计算，就爱这啊啦。这唔叫难。当迄个时阵，佛祖向阳去捡到一粒树头，佛祖佫只是讲，迄是规粒树头，拢要甲锄起来呢。结果呢，就一大姐伊就拿迄个手动的链锯来啦，讲用这较紧。哦，好好好，一下啊，迄粒树头咱就完整甲锄起来。结果迄个阿姨，伊竟然就是住伫附近边的厝边，看到这敢若需要工具，伊就甲伊的手动链锯起来照。哎，不是，辅助交代。这个用 K 啊，就爱这啊。就想讲，敢袂咱这撮任务，辅助伫冥冥之中嘛安排卡手在甲咱斗相共。我一开始注意到这群小朋友啊，是从那个半夜的时候开始，然后甚至一直到白天哦，你还是可以看到这群小朋友一直跟在虎周哥的旁边，然后我就去跟他们聊天嘛，问他们说，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来这里做什么？我问的每一个小朋友都说不知道，但他们都知道是跟虎周出来，然后知道要来捡树枝。你知道这要干嘛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你跟来这里要干嘛吗？知道是什么？来捡树枝的，你说来捡树枝的、哦、是谁跟你说要来捡树枝？那我觉得很棒的是，这群小朋友跟着大人一起来这边。那或许他们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可能大人们只是会告诉他说：“哎，去帮忙。”那渐渐的你要小心。那如果那些地方比较危险，你就不要去。他们在这过程中学习到的东西，就是他们生活中跟他们息息相关的。如果说，我所认识的小朋友，或者是如果我有小朋友的话，我也会很愿意让他们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。哦，在这里去，哎，想不到啊。来，给汤柱。想不到吧？拄着山头安尼，爬起爬落，甲咱的草药拢采了差不多啊。辅助咧就甲清凉寺的九观音辅助，两个沟通了，要去倒位取水咧？咧咧，倒伫遮取水，安尼嘛好啦。就着九观音协助，互咱这边咧取水吼，会当较紧的来完成。贴心的观音，你看。为着要取水，咱原本想讲要去四田溪撩溪啊，拢已经做好准备啊，鞋啊拢甲做落啊。你看咱互做自备，免啦，咱来甲石观音借水就好啦。谢谢观音有做。哇，你要帮我呀，很重哦，很重哦。哇，谢谢，小心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些小朋友都是好帮手哎、欸，很棒。
我听讲，迄观音佛祖要出水啊，咱紧来找伊。呀，伊遮个大红条。红烛书，三灯大满天书，顶顶风。啊，这风起来，啊，唔着登记才会。就等佛祖来开，开个开土，啊，看佛祖要用几桶，啊，几桶要安怎处理啊？是嘛，佛祖在检查，六桶拢好啊。哦，啊，佛祖会当来上车啦吼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红好啊，红亮嘛好啊，取水完成。恁厝好，喂！你拢唔知拄只出水偌精彩？安怎？怎么了吗？是讲爱六桶，哎，六桶，安那？你看全部拢出好啊！哈？啊，我没有看到。封掉，把路封起来。啊，伫倒会出啊？我不爱甲你讲，想叫你无来。等一下，行行行行，这里有水吗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在咧取到青草甲圣水了后，阮岛龙兴堂的众议员甲信徒吼，嘛要往回啊，转来到高雄蚵仔寮啦。究竟这个青草甲圣水吼，是要如何来使用呢？又搁为什么吼，观音不做，要伫咧这个时间点，讲要来取青草、煮青草的茶呢？整个过程里面，我很喜欢的是这一群人哦，去那边大概七八十个人。就这样跟着虎咒去，可是只要虎咒一直是，所有的人自动自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虽然他们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事，可是因为他们知道目标是什么，所以中间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圆满。所取回这的青草，甲咱流熬圣水，等等要如何来使用哟？三工啊，吼，好好好好。咱回来就这独独的甲批批啊，来拍三工起来哦。啊，当时要开始炼丹。十六年，哦，啊，我有机会啦，要指定人无？拄只安尼在问起，唔出意外呢。系啊系啊，因为这个厝回来物件，看要安怎处理，啊，包括着要安怎拍，要拍几工。包括着要行几工，哦，这拢爱看时看日的，这细节全部拢是由不做来决定。哇！割完单领，啊，再用劈就对啦。啊，当时要用劈啦。啊，看是十二月十八，哦，啊，礼拜，啊，甲过平安路的时阵，啊，上山红迄落，啊，即摆仙丹妙药的药铺有要如何使用无？这药铺要怎处理？老呢？哦，拍好打，拿起来安尼啦吼，对啊。哎，我表示十八迄天，圣公青草茶滚了了后，这个搁再关一届来问看后续要做什么。得看伊可能伊交代药铺啊，吼，才剩落来物件到底是要安怎使用啊？因为老了一定有伊的用意的。传统社会呢，因为这个医疗无发达，吼，所以你也使看到讲，庙宇的祭祀文化内底吼，拢有需要用到青草，啊，甚至讲，嘿，不一定是医药的这个功能，但是呢，它有这个保健。伫这内底呢，嘛有补充一寡这个信用的心理伫内底。透过信仰的力量呢，你嘛使看到讲，经过神明的加持。啊，伊的变作是啊，甚至有这种信仰力量来强身健体的这种很好的青草茶啊，所以现代的新民取青草的情形吼，就有一挂真大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改变。亲像高雄蚵仔寮这款的小庄头啊，居民吼大部分吼拢是靠天吃饭啦，无论是以前或者是今嘛，新民吼在因的心目中啊，拢是相当重要的瓦壳啦。嘛，因此吼，甲这种所有庄仔内大小项代志啊，拢会一一请示神明的文化呢，完好无缺地保存落来。另外一方面吼，嘛，予咱见证着讲啊，这份神甲人上界零距离的互动。啊，不过咱只好看，遮有叶、有树枝、佮树头安尼遐济，啊，拄只咱有做过交代讲，这刷落来。药啊，拢准备好了，迄药铺搁爱留咧。十四当前，我的印象的可能是有咧做药引啦，当时啊做咧迄个救世，哦，当时也会当摕出来做药引。
所以自较早咱也去采草药，用了迄药膏拢有留来就对啊。很几啊当前啊，捌留一个药印，啊，不过伊今啊变成心灵。哈？台湾的这个西边吼，可能有几千团啦，但是人好呢，我台中有。你啊，这批好爽，是啥物绝招啊？雨伞弄斧，吓到了！哦，你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等一下我要做刚刚那个瞬间移动的动作。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还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要跳，对不对？当前啊，捌留一个药印，但过伊今啊变成心灵。这要安怎变心灵？迄当阵咱就是捌去某一年去大岗山，吼啊嘛是去除些草，啊不做迄当阵有签着一粒石啊，吼一粒石头，啊转来，转来发现伊是珊瑚礁石，啊这个珊瑚礁石尾啊嘛是不做交代，先放伫庙里。所以药印咱除草药无一定是草木。嘿，无一定不做指定啥物物件，安就是甲厝转来。珊瑚礁，对。伫安尼即个兴依旧势时阵，哦，慢慢啊对即粒珊瑚礁石敲一块敲一块落来。嘿，啊尾啊就是可能上天吼感染着吼即块珊瑚礁石，吼救遮济人，吼啊尾啊就甲伊先做变神明。哦，变成伊是按即卖庙的石头做。哦，我想起来啦，顶届阮去小琉球挂香的时阵，有介绍到迄石头做，迄石头做就是像安尼来的哦。对，不对，就是出菜草来的。很神奇的，因为我之前先熟悉石头做，我有听过这个故事，但是我今日竟然实际的参与这个整个采草药的过程。然后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，我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今天你终身功力的故事在这完整起来了，啊，不然到三天，到三天，来来来，快来。虽然说吼，这个青草茶有什么用途，有什么效果，只有吼观音不做知影啦。但是吼，在这座出青草的过程啊，也让咱看到蚵仔寮这个小溪村的凝聚力，众人为着不做团结付出的心啊。观音不做，透过这个有形的青草茶来表达出吼，伊对大家无形的关心，迄种永远吼会当感受到啊，生命在咱的身躯边，甲咱吼呼呼大大的温暖。